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美美。各位看我桌上这两盆蕨类哈，一个这个是女王哈，就是也慢慢大了啦哈。然后另外一盆就是我上面有写，就是爱丽丝哈配那个象耳的哈。因为这两盆我觉得都蛮大的，需要换盆子。那刚好我家里有这个树头嘛哈，我想来借此就刚好来做个造型哈，把这个蕨类就把它弄到这个树头上哈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，那先做比较简单哈，女王先做。我想说要换盆子，刚好有木头，就来弄这个也不错啦。大概摆这样子应该不错吧？嗯，赵姐，我来摆哈，把它绑一绑，固定一下，主要是要跟它固定。这个木头哪里来的呢？各位不晓没有印象哦，把我家的桑葚树砍掉，这就是那个桑葚树的那个枝干，可见我那棵桑葚树有多大棵。今天已经开始在下雨了，所以我们是在雨中拍摄，然后摄影师是撑着伞在拍。基本上就是把它固定在上面就好了啦，因为以后的话它就是会自动那个附着在上面了，只是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根长上去的话就很紧了。啊，那当然要用透明线才好看。对呀、啊。就刚好家里有这种哈尼龙线，透明的就比较绕的时候不会说看到一条一条的线。雨越下越大了，对，加紧脚步。基本上你就把它固定啦，意思就是固定好，让它慢慢长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就先这样了。对，差不多了。这样总比住在黑色盆子里好看多了。刚好我有这个树头啦，没有的话也是没办法。对，这树头很难买哦。这个就好了嘛哈。对。来，到时候它就会包起来，所以也没关系，就是固定好就好。然后这个更漂亮，看这个，啊。那中间有个凹槽，刚好来种刚刚好。对。可以。这样子吗？对。哦。对。塞在凹槽，然后就塞在这个歪这个凹槽里面。Okay, Y 字形的凹槽。好，就绑一绑就好喽。嗯。那你那个重心尽量靠内部哦。我先把绳。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转个方。转方向。哎、嗯，靠近里面一点。这样把它贴着它吗？这样。对，对因为重心尽量让它。哎呦，嗯，好。这样够吗？这样。够了。
我不晓得水菜要放多一点了、啊，这边。还要靠过来一点。还要再靠过来吧。前面一点。这样，没有看不太。哎，好。哎，这怎么绕？哎。就绕到这一个，还有绕这一个这样子。这样。嗯。好，这样，反正这是透明线，没有关系。对。看不清楚。因为今天在下雨，所以拍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摄影师要一边撑伞，还一边拍，拿着那个雨伞，雨伞和手机在被拍。因为这透明线不太好看，对我哈，年纪有一点大的哈。对。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，对，所以绕的会比较不顺就对了。我常跟各位讲，就是我们的意思有表达到的话，你们一定会做得比我们还好。有没有正？我来看一下，要修正吗？其实它最后也是会包下去，其实会的。其实它慢慢就是要给它时间呐。对。要时间给他哈去做调试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种在这个很好看呢，像长在高山上。就不要动它，应该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。哦。只要你把它弄好，不去动它哈，它就会长得很快哦。像我们那个亚猴长得好快哦。对啊，那亚猴各位有介绍给大家看。那这边有没有缺一块？也没关系哦。啊，这样子比较看比较清楚，大家看，怎么样？那这样就好，过边、这样就好了啦。意思就好。意思对，因为我就不要再动它了嘛。就对啊，反正你也不会动它，它也不会掉下来。你不动它，它也不会掉下来。那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好喽。那这两颗摆在一起，就是刚好一个造型。好看吗？靠在一起。这样，对，这样子，因为想说盆子要跟它换一下，因为它一直往外扩哈，到时候你不赶快弄的话，到时候那形状会不好看。对，那刚好我们家不是有这个树头呢，我还好有留下来，刚好可以来做一个装饰。嗯，这样也不错吧？对，因为自然的东西都是比人造的漂亮的。然后我们就不要动它，让它好好养好后，它就会长得很自然，就对了。对，现在还刚移后，可能会没长得那么好。对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看哎，这样是啊，这样其实这样斜斜的这样。嗯，对，所以也不一定要用这种花盆来种啦。嗯，就是有时候家里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啊，比较那个木头啦，或者说你觉得不错的那种方式来弄也蛮简单。嗯，其实木头，其实花式也是有啊，有时候几十块，什么看哪一种啊，有时候它是条状的、大大小小的，以前我也买过50块这样长的，然后上面挂一些东西也可以啊。像这种木头我就不知道，它这刚好是就是我们家的桑葚树就是锯掉了嘛，那我就说木头把留下来，像这木头比较大的你也可以切片，然后到时候再来种其他的植物也是很好看，比较有那种原始味道，而不是说比较不会那么都是那种工业的那工业风那种的。嗯，这样也不错吧哈。嗯，那就弄好了，那雨应该还好吧。嗯，我就觉得是还蛮不错的，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还有一盆巨那个巨兽再来把它弄一弄。嗯，今天就先弄这两盆哈。啊，谢谢大家观赏啊，有空的话要记得收看我的频道哦。嗯，然后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啊，也并将它分享出去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